走进云世界，购物逍遥游。2020星岛云端公展会感恩节前夕强势出击，玩具好声音歌唱比赛，精彩文艺表演，精选特惠货品网上销售，参与观众可以赢取丰富礼物，不容错过。10月20号上午10点至中午1点，11月21号中午12点至下午2点，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 AM1400，国语台 FM96.1，新电视 YouTube 频道，星岛中文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美西观察，微信公众号新电视手机 APP， 多角度全方位联合直播。